震逃生。不好，感觉有地震。出现地震征兆，找到安全区，就近躲避。不要耽搁时间。地震逃生，要非常好。恭喜过关，请查看前方黑板上的成绩单。非承重墙的墙体明显比承重墙薄，触碰墙壁，继续探索另一面墙。触碰墙壁，连续扣动扳机，注意回声。轻碰墙壁，声音很小，低沉的是承重墙，而有清脆回声的是轻墙体。移动到指定区域，体验避震，请背对墙壁，请蹲下，房顶即将坍塌。房顶即将坍塌，请继续探索避震三角区，请蹲下，立柜即将倒塌，立柜即将倒塌，请面对大厅中央，准备避震模拟训练，即将模拟地震震动，蹲下。尽量蜷曲身体，保护身体的重要部分，抬手保持姿势。模拟地震将在3秒后开始，3、2、1。当前震级为5级。地震科普，不限时间。欢迎来到地震科普中心，操作控制面板，体验不同结构房屋抗震。操作断层模拟台，体验正断层会造成地震，逆断层会造成地震。扣动扳机进入场景，请在商场、超市躲避安全隐患，快速逃生。步行街谨慎前行，抬头注意高层落物，迅速撤离，防止砸伤。震时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，以防山崩、滚石、泥石流。这时如果在海边有遭遇海啸的危险，尽快向远离海岸线的地方转移。